杨老师跟镜头打个招呼吧，看看你今天的发型。哇，好可爱啊。还有你说，哼，你今天演的是什么角色啊？扮演的，我演的是这个发型真的太厉害了，我也觉得太厉害了。看来你今天很喜欢你这个造型。非常喜欢，我就喜欢这样长的。听说你昨天晚上试衣服的时候都不愿意脱下来了，是吗？脱下来了，那件衣服就是我量身打造的，我就是红孩。叛逆少女。红孩是女的吗？男的。我说我现在是叛逆少女。这太好笑了。感觉后面更搞笑，后面的小辫更搞笑。我待会要画小红点，还好导演组没让我穿绿兜。你现在身份就是卧底，你现在就是还没找回自己的记忆，但是告诉你是百变怪，你是这一轮的卧底。你需要不被别人发觉，然后不需要混淆别人的那个注意力。嗨，哈哈，我没有太弄，对，因为它整颗完整的头皮。对啊，你不是你这个红块是哪个版本的？人家那个中科院的院士，人家都对吧？中科院的院士。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谁呀、啊？不是我亲。差点谁呀、啊？不认识谁，我都认识。啊，你也不认识谁？你也不能玩一下我。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演谁呀、啊？不知道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红孩。这边，你这个红孩倒是跟原版没有什么关系了。真的吗？还是有个袖，有个这个。除了这个外。这衣服是什么自己找人做的吗？是这样剧组给我的。我今天说话不大声吧？嗯，因为我听不清。我还有点小红点啊，我有小红点。对，有点听不清。小朋友，不是。看我在这儿，待会儿见。待会儿再过来。马上是谁呀、啊？这是三味真火。我只能说这个道具真水。三味真水。他给我的，我哪知道怎么回事、啊？还不如拿个那种红色的彩条。对呀、啊，还有红色彩、啊，对吧？这个已经是导演组煞费苦心了，是不是？想了个这，我觉得应该是想了个梗，想了个梗。我还是喜欢你上一期如魔魔的样子。俺老猪，走路还是像不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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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